咱末代佛教乡亲是大徛出来吼，大家徛出来，好，今天啊，我正心恳给大家拜托。恳求大家全力支持八股文吼，八股文拜托吼，老家啊，再拜托吼，再拜托吼，啊，咱八股文一户一户啊，以心恳给大家拜托，恳求大家尿紧吼。咱是不是有法度能选出一个认真打拼、实实在在做工作的候选人，替台南市服务、替台湾打拼，都完完全全决定了这场的选举。特别是去年九合一的选举，民进党大败了后，是不是有法度重新搁站起来，找回人民的信任？全台湾拢在看这场的补选，恳求民主的圣地、万岛的父老乡亲时代，一定要站出来，三月十六勇敢站出来。就是民进党支持郭国文，支持赖清德，也惜郭国文哈，啊，让郭国文会当顺利高票当选，让民进党继续参大家并肩作战，为台湾的主权，捍卫台湾的民主，继续打拼，拜托大家，好，拜托大家。动算，郭国文，动算，郭文